身是我让柳大厨做的红豆汤，里面加了干桂花和芡实，可好喝了，你试试。说吧，什么事？我和元英闯了三少主府，放了杰西姑娘们，他们离家出走了。全跑了？还剩一个，海棠姐。什么意思？杰西姑娘们想自己做生意，自力更生。我和元英想用自己的嫁妆加入支持他们。我之前说过，等夜市稳定之后，女子可以尝试经商。这话我还做什么？女子经商，可此事还未和主上提及，怕是会有些麻烦呀。那若是遇到麻烦，我们一起解决。真的？那多谢你，我们先自己试试。你真好。汤俊和。好。